成的，慢慢的后来先往上来，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业务方面，拿来投给别人，对，然后这个公司没有融资嘛，然后现在大趋势怎么自营企业的，有很多是上面企业的，那咱们最后两个问题，咱们同学们还有吗？2009年，就是我们除了。多关注一下，多宣传一下这方面的东西。对，然后，谢谢。